信任。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爱情故事，没人知道故事怎样开始怎样终止，缘分要来就来，没分在哪个时候，说走就走，缘分已经到了尽头，这样东西不是人人看得那么通透，经常都会有很多麻木的时候，有人为爱可以死心塌地付出一生，是不是值得就见仁见智，你自己去想，情同爱要做出来并不容易，口口声声话爱又领略不到当中意思，情为何物连诗人读咁多书都不知，未曾体验过爱中滋味怎会知，是冥冥中注定抑或是上天的安排，这个世界咁大都可以走埋一起，总觉得生同死并不是最远的距离，而是在你面前你又不知道我爱你。Cheers.